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哈，我们回来我们的纸片马里奥啦。那我们现在往右走奔，嘿咻。不过我当时在剪片的时候，我有发现我们那时候那个龟龟它出来了以后，我好像没有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就这一块，我应该是没有探到啊，所以我们之后还要再来一次，好哦，不要走，蜻蜓。我看到有一个可疑的人物往忍者宅邸的方向跑过去了，折纸好可怕啊！哦，是那个，我还以为是纸糊兵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樱花花瓣真的好漂亮哦，钻过去，哇，这里太大一个洞了吧！疯狂赏樱花，哦，啊，这是什么？竟然！我弄了那么多灯，竟然这里会有那个机关，竟然是握住灯敲出了一个河川的对面那栋大大的建筑物，就是忍者宅邸的机关重重。虽然我很想挑战看看，但听说那里的游乐设施的难度非常的高啊。我们的这个就只是为了救他而已吗？不是为了要弄下面那个？嗨，你好。我不小心把手里剑当成水遁术的竹筒给带过来了，有没有能让我叼着的管子呢？吸管给你，这实在太适合了，简直就是为了让人叼着而发明的嘛！不是啊，大大，那个会融化，碰到水的时候。在下想要用手里剑跟你交换这管子。啊，我应该先按否，感激不尽，请收下我的手里剑。它不是只碰到水会出事呢？手里剑一大排。一整排的手里剑，数量非常多，应该可以尽情扔。它不会融化吗 ？Hello， 总觉得这根管子有一个茶的味道了。我不方便说你跟谁渐渐接吻了啦。哦，所以他们是被折成灯的形状。你会不会觉得绳子及手指的位置偏掉了？这时候就按 R 还原手的位置吧。哦，打开，不能开手里剑，可恶！所以他们还有一些地方哦。哦，啊，这几个我们不能过去。这里嘞，什么都没有，连铃铛都没有，这也太……可恶呢！今天是在烤栗子。这样的话，我这一个门到底要怎么开？这里还有门呢。不要给我再来一趟哦！哈，我敲到什么东西？嘟嘟！虽然获救了，但我嘴里都是灰啊！拍一拍吧，真想喝杯茶漱漱口呢。对了，水桶屋有个奇怪的客人在用吸管喝茶呢，我刚已经拿到了，他们正在跟某个忍者间接接吻。啊！换掉我的嘎嘎的哔哔啦啦！又是蜻蜓，这一带常能看到工作人员，他们的休息室是不是就在附近呢？我们不会要把所有的折纸解决，他们才不会发抖吧？我记得他们说这里藏得很隐秘，打开，哇，马上找到了耶！哇，我的那个纸片快没了，樱花花瓣撒太爽了。给我樱花花瓣，需要更多的折纸。然后打开宝箱，这什么椅子？这个东西明明很早就出现，现在才拿到它的模型。突然变得一个非常跳痛的画风。马里奥，折纸攻击了江户原地啊！这里是我们工作人员专用的休息室，有许多重要的道具和器材。我觉得右边的看起来很惊悚。重要的啊，重要的没有了，钥匙不见了，不见了，细白的皮肤钥匙不见了。
见了。钥匙不见了吗？你干嘛生气啊？你们两个用不着那么大声啊，我们也听得到啦。抱歉，因为那个钥匙非常的重要。我跟你们说，其实那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能打开江户园地里所有的设施。万能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感觉就像钥匙之王一样。可是居然不见了，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找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救救其他人，他看起来被折得很无奈。什么人？啊，是马里奥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其实我看到一名可疑的人物进出工作人休息室，他身穿绿色的衣服，又戴绿色的帽子，行迹非常的可疑啊！为什么听起来像是路易基呢？有那个Donkey Kong，然后旁边那个是那个嘛，那个钢弹里面那几只叫什么啊？马里奥，欢迎来到江户原地，不对，是欢迎来到江户原地的工作人休息室啊。这个架子上的头套是以前表演用的道具，现在已经没有使用了，你可以把东西拿走哦。所以你就是叫我帮你清垃圾是不是啊？这个应该是那个吧，是叫萨克吗还是什么？还有，那应该是这个吧。哎，有，可以开。哎呀，没中了，很遗憾，下次再来吧。啊，马里奥，我负责手里剑道场，是那里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。不过今天不晓得为什么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所以我才跑到这里稍微睡个午觉。我马上就要回手里剑道场，你一定要过来玩哦。哦，所以手里剑道场开幕了，我要回去工作了。啊，这个可以开吗？是新哎，可是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啊，算了，把它吃了。哎，我被关在里面了。救命！救命！然后来调查这些可疑的。调查宇宙战士的头套。哦，哇，马里奥，你戴一下嘛，认真。为什么？在想说该怎么吐槽，这是在跟什么东西战斗吗？有点可怕呢。而且他为什么前前后后手里在发射光束吗？有点过时了耶。然后来拿个 Donkey Kong， 猴子的头套，似曾相识的猴子头套和香蕉应该很搭。好烦哦，超烦躁！这什么动物啊？咚咚咚的捶着胸膛，还一直吱吱叫呢。猴子、猩猩，感觉都不是呢。Donkey Kong， 好，最后应该是这个关键的吧？力宝宝的头套，所以我们要假装成力宝宝，穿衣服的力宝宝，摇头晃脑的大蟑螂。太好笑了，太好，好好笑哦，好好笑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因为那可怕的纸糊兵一套在马里奥的头上，就变得超弱的，根本就只是一个弱纸兵嘛。这个女生真的讲话很欠揍哎，感觉就是那种第一个会死掉的。大哥，你这打扮很受欢迎哎，这下学到一个保证好笑的梗，这是梗吗？所以我把它收起来。啊，真的太好笑了，我身上的折痕都快被我笑歪了。所以他这里还有藏东西吗？没有，虽然是可以钻得进去，但好像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了。哎，可他不是说工作园区还有一个可疑的绿色家伙吗？我想去看那是不是我老弟呢。哦，手里剑工作人员好像回来了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开门，开门。他为什么去垂头丧气？啊，马里奥，我休息完后回到手里剑道场之后，本来要继续营业的，可是关键的手里剑不见了，这样我没办法营业。原来是你哦。有没有人身上有手里剑啊？有啊，我刚好有啊，你要吗？
哇，好厉害啊！身上就有手里剑，真不愧是马里奥呢。这下手里剑到场就能开始营业了，谢谢你啊！手里剑到场，哦，手里剑到场是利用发射器把手里剑射在标靶上的热门设施哦。现在只要通过一般模式，就会赠送签名球这个特别的奖品，感觉好有趣哦！马里奥，我们来玩看看吧。练习是免费的，请一定要玩玩看哦。请问要选择哪一个模式呢？练习一下吧。先透过练习模式熟悉手里剑的玩法吧。请站在前面按对着按 B 把手里剑射到移动标靶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17分，看来一般和专家都难不倒我，所以我们可以挑战一般跟专家。我们先不练习，直接来吧。好，知道怎么玩了。我们来两个都玩吧，先来一般模式。哇，这样子被他赚个1300块，而且重点是还要我赢。一般模式必须要利用手里剑，刚好获得21分才能过关哦。你不是说一般模式我17分，专家都没可以吗？就算超过21分，只要在设定内就可以透过减分标靶来调分分数哦。那么请目标是刚好获得21分，好难哦，要考我算术。22，我们可以要找几个减一，减一需要减一。地方的减一，我们要不要先减三呢？好，减，给他减三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差2，只要这个二过了，嘿，有了，刚好21分，通过一般模式，恭喜你，给你特别的奖品吧。棒球时，我以前打棒球时绰号叫做一郎，这是我的签名球，请收下。竟然自己拿球签名，自己签名在球上。可以来玩接球哦，所以它应该是任务道具哦。谢谢光临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一般模式好像变成大威力了。然后专家模式的话，应该就是我们可以拿到我们要收集的纸模。来，专家是怎样吧？好远哦，要80分才能过关，我突然后悔了。Oh my god， 实现的话比较麻烦哎。哇，真的难耶，这个54分。哦，可以再免费玩一次，免费的当然玩啊。哇，不行，好难哦。啊，不行，太浪费我时间了，我们改天再自己底下玩。800块先送你了，虽然我不会说我是刚刚不小心戳到 B 了。好，那我们刚拿到了，对，我们拿到什么东西？签名球。哦哦，所以龟龟们可以丢球了。来，签名球。啊，那东西好像很适合来玩接球呢。要不要用这圆圆的东西跟我换这根骨头呢？来吧，给我。来，骨头给你哦。耶，拿到骨头咯，总算拿到骨头咯。来，去喂狗狗咯。来塞骨头，啊妈妈妈妈妈，可以过去了吗？啊，他应该肚子饿了嘛，有点想摸摸他呢。摸到了，然后给了我一颗爱心，好厉害，好大的爱心哦，奥利维亚，看样子他很喜欢你呢。摸到小不点了，这黑黑的小家伙安分下来的时候好可爱哦。上限提升哦，那叫我们变100嘞。马里奥的 HP 好像又增加，又变更强了呢。所以他这里面为什么刚掉下一下东西？谢谢你救了我，被折成鱼种比折成虫子还要好呢。
我在忍者宅邸前办了钓鱼体验活动，你一定要来玩哦。所以那时候的叮当声应该就是他吧。前面又有胶带，去撕一下。右边的那个洞竟然是一个手里剑的形状，还真有创意。呀，应该可以过桥吧？好，那这边就可以通过。然后再来是武装。啊哟喂呀！啊！偷偷摸摸的。所以这里有钓鱼，折子兵在附近时就不可以钓鱼了。OK， 还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折子兵就是了。不管，先来这里。还好是可以进来的地方，不然很尴尬。哦，进入动画，忍者宅邸，机关重重。你眼前这个机关重重是一座充满机关的忍者宅邸，接下来接受挑战，看看自否能平安逃出这里吧。逃脱游戏吗？怎么办？他说宅邸充满了机关呢，还说是否能平安逃脱？难道这座宅邸有很多危险的机关吗？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趣啦！不仅要解开充满陷阱的难题，还要像忍者一样穿越重重的机关，从宅邸里逃脱呢。马里奥，我现在就想要挑战。啊，仔细看看炸弹兵，你看起来也很像忍者呢，你应该也很想挑战看看吧？这个吗？我不是不怕什么危险机关了，只是觉得玩这种设施有点幼稚了。哎呀，这种设施只要尽情享受，明明就很有趣的。啊，好哦，总之我们要来玩这个东西喽。石头下的虫虫。哦，马里奥，我藏在这岩石下面，想不到你竟然能找到我啊！啊，对了，好像有人迷路了，进了宅邸里面，听他的声音很像是这样啦，感觉是我们可爱的路易吉。那边有箱子，哦，这里藏好多东东哦。钱钱，这个钱也只够我再玩一次那个专业模式而已，可恶。这里竟然有藏，难不成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上面。是考验我跑酷吗？等一下，是在考验我跑酷吗？啊，有了！咿呀，我们要敲它吗？谢谢你救了我。看板上的手里剑停着不动的，是发生什么事吗？所以他该动吗？啊，我还是在这里等你们吧。哎，这样啊，但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，我们就去就回来吧。哇，好怕里面的内容很长哦。各位立志成为忍者挑战者，欢迎你们来到机关重重。要是你们能成功逃出这一座宅邸，就能精通蘑菇流的忍道。另外，忍者阶级取决于你们找出了多少隐身的忍者，把他们全部都找出来，获取豪华的奖励吧。萨嘎西 stay， 总觉得好像前面有出现海贼王的开头之类的。哇，我好期待啊！啊，马里奥，要是你被难题考到了，就按 X 呼叫我吧。不过，要是靠我才过关啊，那真正的忍者啊，就会变成我了哦。明明就是你说要玩的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玩了？机关重重开始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走吧。那么我就先消失了。不是啊，是你说你要玩的，我可以跟炸弹兵一样在外面等你就好了吗？又被他钻进体内了。这里有一个跳，又是尾巴。不是啊，第一关就是先碰到这一种哦。总之每个地方我都敲看看，敲看看，敲看看，我每个地方都敲看看，敲哦看看看。哦，我吓死人！
好像那种恐怖鬼屋会出现的场景哦，而且它没有音乐，很干欸。打开，我可以回去吗？可以。那我这边先稍微探一下再说。所以这边没有，真的是往左边走。每个东西都瞧一下。为什么啊？生气？所以这个也算，这应该就是我们要找到的忍者吧。OK， 大概了解他的意思。可以来点音乐吗？很干欸，还是该不会我要自己配乐吧 ？OK， 好，我真的懂了。密道，他刚刚是不是闪烁了什么东西？榻榻米里面会不会有呢？好，所以这边应该是都找到了吧？再检查一下灯，灯好像跳不到，所以应该是没了吧？啊，不管了，没了就没了。哇，好大，好酷哦！啊，我，啊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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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走开了，所以这个也是坏人，也是啊，他是折起来的替身术哦。这样感觉应该都是榻榻米藏玄机吧？哦，感觉还有一个，不要！我们不会要把所有的折纸兵打完。哦，假的。哦，累死了那个地，他们为什么是逃离我啊？所以我要跟他们战斗啊！哈，这也是可以下去吗？可以耶。这里不行下去，可是它可以设计过来的话，应该有藏东西吧？竟然没有，那、啊、这里呢？为什么啊？哦，啊、可以可以可以过来。怎么都没有砍到东西啊？哦。所以左边的路才是假的路吗？好玩哦，那个。叮叮叮，看到了，我啦。太久了。哈，干嘛不跟我讲话？不是工作人员不可以进来这里，你就破例让你进来吧。我救了你耶！给我心。是胶带，好可怜啊！感觉他们身上都黏黏的。虾米，忍者宅邸也全部救到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打不开，为什么啊？哦，有了。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既然全部都救到的话，好像就不用太细心找咯。这是哪里？是路易吉！哇，我动不了了！来人，快来人啦！不管是谁都好，救救我！哎，为什么路易吉会在这里啊？而且总是很难对上频率的路易吉，居然跟齿轮紧紧的对上了。你这样子
很讲话真的很必忧，虽然很想救他，可是齿轮这么大，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路易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哦，难怪他给我纸片。对话得到吗？不行。哦，我就这样直接掉下来了。这里有个像门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这里有像手把一样的东西。哦，好好玩哦，这个卡住了。哦，路易基的形状变得很奇怪。哦哦，动了，得救了。你要去哪里，路易基？太好了。啊，扁掉了！哎、欸，还没得救，我们路易基变扁扁的了。喵哈哈，谢谢大哥，总算是得救了。对了，大哥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终于找到我们在找的碧姬公主的城堡钥匙，来，你拿去吧。江户原地的万能钥匙，所以他找错钥匙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把钥匙居然被放在这座江户原地的工作人员的休息室呢。后来有一只可怕的汪汪追着我跑，我吓得落荒而逃，结果我就迷路了呢。等我回神过来，才发现自己闯进了奇怪的地下室。路易基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其实我们一直在找这把钥匙，你帮了我们大忙呢。不过很可惜，这里好像不是碧姬公主城堡的钥匙哦。哎，这是别的钥匙吗？糟糕，这把钥匙被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，我还以为这一定是碧姬公主城堡的钥匙呢。我们家路易基才没那么傻嘞。好，那我得赶快去找真正的钥匙。大哥，奥利维亚，之后见啦。我虽然路易基很萌，但是这个路易基实在太笨了，就算吃了这种苦头，路易基还是毫不气馁的，真是了不起。但果然还是很难对上他的频率呢。不过，等解开所有的神奇胶带后，我们也会需要碧姬公主的城堡钥匙。让路易基继续努力寻找钥匙，或许也不错哦。他已经变灵奈了，钥匙生产器。话虽如此，幸好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万能钥匙了，这样说不定能打开城门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外面的门都可以打开了。存档点在哪？我突然想到，虽然我们解救了所有的奇诺比奥，但是他这个过地方好像是要找到纸做的那些忍者，就这一块我们可能还没过完吧。哦，感觉像是要打 BOSS 的地方。这个很明显有一个不一样的。这是什么闪亮亮的丢丢锤？所以这里会有戳人的机关。是迷宫哎、欸，好有趣哦，这个设计。啊，那边我啊啊哇，走到是走到，可是问题是我好像只有找到一只忍者呢。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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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边此路不通。啊，这一下，这什么烧烤？哎，它不是整个被包住了吗？我记得另外一边也过不去啊。难道是左上角的地方？这一只也找到，这里有一个看起来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哦，暗门，我拉。哦，这才是正解啊！不过应该忍者都找到了吧？他们在跑，是老鼠，感觉火麻欢。哦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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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稍微绕一下，不能抬头看的，好麻烦哦、啊。
哇，那里有个宝箱哎，应该不是从这里吧？哦，我还以为是从这里可以钻到过去，竟然不是。哎，那里要怎么跳过去啊？感觉比较像是暗门的地方，可是却不是暗门啊！我好像看懂这里要怎么过了，先确定一下。好，我们要坠落 ，OK， 到了。哎啊，那个宝箱算了，就让它随风飘啊。哇，这个曾经在柯南里也出现过死亡讯息，就刻在这上面了。是存档点，太棒了！好，我要存档在这里了。这一集真的太长了。好，那不管如何，虽然看起来应该是快要破完这宅碟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存档在这里啦。希望大家还喜欢这纸片玛丽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